Hello， 大家好，我是叶子。现在是差不多7点了嘛，然后妹妹还没起床，我去看一下他们在干什么，然后叫他们起床吃早餐啦。去看一下。进来。大家好。大家好。哦，我弟弟今天好帅哦！哎呦，今天好帅哦！要摘听了，去看一下他们起床了没有？这个两个猪猪啊，阿森、小美，黑嘻嘻的，起床啦！赶紧起来吃早餐了。你们那两个猪猪啊，我是猪猪，刚5点的，我是羊，他是鸡子。哦，他是鸡啊。对，鸡起来那么晚呢、啊、鸡那就不会喊。赶紧开门了，起床了。Hello， 大家早上好。干嘛？现在几点啦？7点，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手机是6点。啊，你手机是6点了？来，还有这个。大家早上好。那你手机是几点？我手机是5点。还没出太阳，我手机还。啊，你手机还没出太阳啊？好，去晒阳吧。手机太出名了。啊，手机太出名了，你们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猪猪呢，煮早餐了。在做早餐。做早餐。被带包包，被带。你别说电话，你屋里在做的呀？没顾这些。还管得了。真的，你会煎鸡蛋吗？会。等一下煎哈。阿森嘞，你确定你会欧布拉吗？确定。啊、哦，我就相信你一次哈。一次了吗？一次的吗？就一次的。不是多次吗？不，不敢相信你。看一下你这个手艺怎么样？等一下它热了，然后拿这个发，好吧，热了，OK， 好专业啊，小美。mày chạy từ từ thôi để tao còn bắt nào thành là gì can chinh bố xí can chinh liền à xí liền can chinh là xí liền can chinh nhờ chuẩn bị từ chào san nè à sơn à vừa yếu tiền yếu tiền gì mà không tin gì rồi đặt đi lật ờ mày sợ trứng đau đấy à? Pa chi tan thấn à nhỉ? Này chi chi哎呀，
奶，一个鸡蛋，一人一个鸡蛋。嗯，好吃吗？嗯，来吃。请大家吃早餐。嗯，然后你们一个人吃一碗，然后一个人一个玉米哈。好的。啊！啊，吃玉米吗？嗯。还有玉米。啊，多吃一点。哎呀呀！哎呀，行啊。哎，没跟爸的，没大口吃的。娘啊！阿三嘞，很火啊！很火啊！啊，很火！还没能吃，很火啊！啊，很火啊！是吗？很热，很热，不是很火啦。不是，正确的就是很烫啊，很烫啊，烫。但是好像这个火，这个食是留给你了，很火，嗯，很火，很火。就是赶紧吃鸡蛋呢，你的鸡蛋呢？这个，忘了。吃吧，吃鸡蛋呢，长高哈。能高，嗯，多吃一点，然后等一下一个人分一个玉米吃啊。太难了，太饱了。什么太难了？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吃吗？好吃啊？谁做那么好吃？啊，谁煮那么好吃啊？谁煮？这条路真的太难走了，哇，太难走了。然后就完了。现在我跟大嫂、阿森还有小美，我们一起去甘棠。然后今天我大嫂还有小美要去剪头发了，带他们去改造一下，看。然后剪头发。小宝贝看得到帅哥，太难了。还找我？小太喜欢帅哥了。小智洗头完了，来到小美。小宝贝，你干嘛？
有两个帅哥照顾。太辛苦了吧。来，现在我们来吃这个，吃这个吧，越南特色的。好听吗？我跟阿森饿了，先吃了。阿森，好吃吧？啊，等一下再来一份是不是？啊。好呀。做咩你按对啊？攞佢袋咯。准备啊！坐住啲，你萝卜喺中嚟啲。啊！你讲嘢笨瓜错啦，好吃吗？好吃。你们还得要你要呀不能用了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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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安的吗你带安的吗你带安chúng mày đánh nhau đi không ở ngoài thì kiểu thục nữ thì à đúng rồi à. Trong video phải đánh nhau à. Chạy sức thì chị ơi mày chưa hãy hảo mày hưa sởi đâu dán phân chú lái nữa小美说在外面能不能打架要做温柔的女孩我是平板可以打架啊好好那你们就绑了足了没有绑了嗯小美今天剪头发开心吗开心漂亮了嗯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太多钱了零钱现在我们回家了我们就把我们回家了那我们的视频拍到这里了请爸妈点击订阅